吃到圆，你看，好，这个地方脊椎要有弹性了。回来，脊椎成弧，成一个比较大的弧，脊椎成一个比较大的弧。好，上部，好，脊椎成弧，脊椎，荐椎先往下沉勾，脊椎成一个弧，脊椎弹起来。脊椎弹起来，好收，你看收的时候再从脊椎，荐椎往下拉，从脊椎成一个弧，收，脊椎成弧拉回来，放，脊椎放，哎，再走，脊椎先，脊椎先。先往后一坐，脊椎先出来，脊椎由弯到直，弯，弯到直，收脚，荐椎沉，脊椎沉弧。这个的曲线在哪边？两只手有，脊椎也要有，脊椎要稍微往后顶，脊椎的力量往后顶。好，拉开大圆，成一个大圆，抱球，上步，翻，撑开。肘尖撑开，手出去，好，出去，肩肘撑出去，开，撑，哎，这个拳出啊，你们看，这个拳出去，不要走直的，走这样子，这边折了。是这样子，你这样打这个折，手肘折，在这边保持到肘，你看，所以这个手肘要提，手肘提起来，不要这样，这样就断掉了，啊，你看，过来手肘提住，你看，这两个往前成弧，肩肘往前成弧，啊，好来。走，还是圆的，手臂还是圆的，脊椎成圆，背也成圆。好，放出去，还是弧，打开，弓，背弓，起，好，先到这边。